4.92 除以16，要除尽，答案会是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一样把值式写下来。4.92除以16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，小数除以整数，我们先算整数的部分。16乘上多少？最接近4，又不超过4。16乘以1就已经等于16，就已经比4还要大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填0在整数这个部分。16乘以0等于0，那4减0还会是4，那这部分我们就省略掉。整数部分算完了，接下来再算小数的部分，把小数点对位拉上来对好。接下来16乘上多少？最接近49。16乘以3等于48。相减之后，9减8等于1。那2再放下来。16乘以多少？最接近12，又不能超过12，那只能写0。还没有除尽，各位同学不要忘记，还没除尽，我们就在被除数的尾巴补0。0放下来。16乘上多少？最接近120，又不超过120。16乘7等于112，相减之后剩下8，还是没有除尽，没关系，没除尽，我就在被除数的最后一位补上0，把0放下来。16乘以5等于80，80减80等于0，终于余数为0。这样我就除尽了，所以4.92除以16等于0.3075。那各位同学不要忘记，先算完整数的部位，才去处理小数的部分。